还记得那个为我们带来各种笑料、人小力量大的少林俗家弟子王宝强吗？王宝强，中国内地演员，八岁在嵩山做少林俗家弟子，从小就为自己身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在少林寺里，每日四五时便要起床跑步，每周的训练、文化课学习都是被安排的满满的。在少林寺待了六年，在这期间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空回家。一次无意间看到的武大电影，让王宝强想要去演艺圈里闯一闯。在演艺圈里摸爬滚打的十几年间，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。那么王宝强到底都有哪些身份呢？第一个身份，演员。王宝强在20岁的时候来到了背景闯荡，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，和许多人一样，在各个剧组中做一个群众演员。在少林寺的功底与进修让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，更是被导演李阳看中主演电影《王景》。这部电影也成功让他真正的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，之后更是由于他的不断努力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认可，被大家所熟知。第二个身份，导演。2016年，王宝强在经过这么多年在演艺圈的经验与学习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人脉后，开始了导演之路。作为他首次执导的《大闹天竺》，更是决定自导自演。尽管这部电影的成绩并不太尽如人意，但是这对于一个第一次执导的导演而言也是人之常情。第三个身份，农民工援助基金爱心大使。在2008年，王宝强被中国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劳工组织看上，被聘请为农民工援助基金爱心大使和预防农民工艾滋病的形象大使，还曾在上海市博局、中国网络电视等组织的公益活动中任爱心活动大使，相信这个身份也鲜有伙伴知道了。第四个身份，政协委员。没错，王宝强是邢台市的政协委员，毕竟是自己的家乡，这个身份还是能够理解的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邢台市开启政协会期间，王宝强一直都在认真的听讲，没有离开，也没有玩手机打电话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许多网友在网上吐槽这个身份，你猜到了吗？欢迎留言。